是定期的受文化局的邀请，在我们台南市文化中心总爷艺文中心，还有我们的孔子庙、刺坎楼、安平古堡等都有不定期的表演。今天也是受到我们文化局的邀请，特别在我们台南市现在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地标和乐广场，在这边呢跟大家共同度过一个非常温馨的圣诞夜。所以接下来邀请各位一起来欣赏这首 White Christmas， 一起来度过这一个浪漫温馨的 Christmas night。非常温暖的音乐呢，相
信呢可以带给你们满满的力量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主题曲，它的歌名叫做 Last Christmas， 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。那么呢，这首 Last Christmas 呢，是由 Home 所演唱的。只要在我们在百货公司或者是我们的一般商店里面，这首歌子应该是一直不断的被大家来播放。那么呢，其实我觉得在这充满欢乐的 Christmas 呢，这首歌曲也可以带给你另外一种的疗愈。所以呢，要邀请我们最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就在这个灯光美、气氛佳，还有这么温馨浪漫的黄河街的逛吧广场门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浪漫的 Christmas。 接下来就邀请我们一起来欣赏 Last Christmas。 Woo!Thank you.
Wonderful. 一首非常棒的曲子，一首浪漫的曲子 Last Christmas。 在这边呢，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，真的台南市呢，以前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个文化古都，再来呢就是很有名的秀根暖外台南小吃。其实呢，这几年在我们黄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，台南市已经有了不同的风貌。除了我们原本所引以为傲的文化历史古都之外呢，再来呢，我们的美食当然是不容置疑的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艺文活动一直不断的在上演中。而这些艺文活动呢，除了有年轻人的参与之外呢，当然还有我们新式科学园区、台南科学园区等等，这些呢科学园区呢注入了很多。